你家香港警察，你牵涉多项持枪抢劫，现在逮捕你。你可以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话将来会成为呈堂证供。真印度啊，专挑这个时候来抓我。何Sir，你刚破获了持械行劫集团，怎么这么快就能抓到省港二号通缉犯戴眼基呢？啊，凭运气。 你是不是等他上洗手间的时候才抓他呢？何Sir是不是啊？请你说说。我认为警察不应该随便使用暴力，所以挑了一个以匪最无防范的时机抓他，这样呢就可以减少枪战的机会。 Thank you。 吓死我了，高 Sir， 像个恐龙似的站在这儿。这么晚了看什么？我想看完这些档案吧。怎么，你也这么晚？想等你看完了？有事找我？没有，想看看这些。都是些旧案子。你看这些旧案子能花几个小时？想等你看完了以后再拿来看看有什么值得看那么久的。哦，给你。谢谢啊。总算是找到活干了。 哎呀，是你向着他下呀！何Sir，天天这么晚回来呀？公务忙。早。你就是和铁男督察？是啊。听说你很，很什么狠？很那个。四一二三七 ，attention！ 你的真的很那个啊！5个号码都让你给猜中了。这儿写着呢。喂，铁男来帮帮忙。 走走走走走！你要不要找渔农处或者飞虎队来啊？电话号码呢？哎，小狗过来，过来，乖，真听话。<笑>不用打电话了吧？我看不用了。这条狗好像是公狗。我看也像。他好像想报案啊。 是不是要找人给你录口供啊？汪汪汪！你给他当翻译啊？喂，小狗，别跑，别跑，快追呀！啊！人就追，字就去食堂。哎哎哎！我的5块钱。嗯，当然是人啦，他都去追了嘛。 喂喂喂，我们到底要追的什么时候啊？没人逼你来呀！哎，你这死拽着我还不算逼我？你这么大个人，我拽得动吗？要不是你自己想来，我拽也拽不动啊！你说对不对？哎，那狗呢？嗯，小狗呢？小狗，喂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快出来！小狗，喂，快出来呀！ 小狗，小狗，快出来呀！你在哪儿？
二三七。 别拍了，请让一让，让一让。我每个礼拜一就来这儿倒垃圾的，我说阿三，那件不算垃圾，不关我的事。哎，头，头，我查过那个尸体了，没有身份证的，这附近呢又找不到杀人的凶器，这个地方很偏僻，没什么人的。 咱们是既没人证又无物证啊，这样子可难破了。但我们有一条正狗，是吧？你想告诉我这狗会说话呀？不是，你看，西三，从这个狗牌就能查到狗主的地址了。阿仔，你真是很……喂，小妞啊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？明天。明天。哎，头，明天什么日子？三八妇女节。哼。现在让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四幺二三七 JK 王。 明天又军装转入CAD，调入我那组嘛。他是和铁男督察，号码不知道，我也没机会叫他号码，因为他是我上司。原来你们俩认识啊？那我还在这干什么？就算是认识，也应该让我介绍一下嘛，又没事做了，真无聊。这干什么呀？头儿，这样子像办案吗？连福尔摩斯都来了还不想办案？小狗的衣服好漂亮啊！谢谢。 不见儿背心，这个一定是他老婆。这间屋子这么大，你干嘛老要贴着我不可呢？你这是东西看的吗？啊？你看个够。嗯。真有这种事？小狗，我们走。又吃力，狗食也没有，饼干也没有，盆也没有，这狗怎么养的呀？ 小狗，你可真可怜呢。嗯，乖。你就这样还来办案呢？不行啊！现在这根本就没养狗。哎，狗主的地址是在这儿啊。我说的是现在，这里可有很多狗的照片啊。你看看下面的日期。嗯，对呀，这倒是全都是几年前拍的。乖，乖，哎，小狗，你往哪儿去？别！哎，你跑什么呀你？哎，过来。 早说的不行的吗？
什么风啊？他老很烧。没事啊，太夸张了吧？你怎么会想到那里藏人呢？你真行啊！藏死人行不行啊？比如碎尸。哪那么多死？别动！你别开枪，我是来拿录影带的。里面什么内容啊？其实我是刚刚才从美国回来的。我想陪那家伙睡一夜，赚点外快。谁知道他不但不给钱，还偷偷拍了录像带。你别这么激动，慢慢说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邓美平。这个女的叫邓美平，20岁，美国留学生，刚来香港一个礼拜。初步调查，她的口供无可疑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知道死者叫孙大鹏，大家都叫他大迪，是一个货柜车司机。他没有什么特别嗜好，除了一件事，女人。所以他在自己楼上又租了间房，还经常拍些录影带。他就是大迪的老婆，叫沈金莲，跟大迪结婚3年了，在香港没有亲戚。根据附近街坊们的口供，凶案发生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，暂时看来他的嫌疑最大。孙大鹏是大陆移民，来香港20年了，从他的生活照看，大部分都是跟这三个司机合照的，看来他们的关系最密切。他叫梁志华，34岁，结婚10几年了，老婆没有工作，有一个儿子11岁，刚刚去了澳洲念书。尤定坚38岁，有6兄弟姐妹，只有他跟母亲住在一起。听邻居们说，他老婆在半年前已经搬走了。陈虎37岁，未婚，父母及家人都在大陆。阿Sir，您瞧，就这么大个地方，我只租间房给他，我又不是他老妈子，我哪知道他的事啊？说起来呀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什么时候出去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见过他了，你问我我也没用啊，是不是啊？行了，谢谢你啊，我们走了。这个月房租还没给呢，要不你帮他给了吧？喂，李爱丽。你最近有没有见过陈虎啊？没有，我好久都没看见他了。奇怪。失踪了？不一定失踪啊，香港1045平方公里找遍了。要是找遍1045平方公里才能找到他的话，那不等于失踪？能找到他那就叫做藏匿，找不到他的话呢，那才叫失踪呢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咱们三个人是一个找不到，两个没用。他老婆在香港没什么朋友，最熟悉的也就我们四个。那么大迪死了以后，他有没有找过你？我们叫做四人帮，我们的关系你们不会明白的。大迪有没有仇家呢？不知道啊，他平时挺和气的。
不对吧？起码我们知道梁志华与陈虎吵过架。哼，吵过架就犯法，就该抓他了，破案有什么关吗？你们四个关系很好，除了阿虎。为什么？他借了我2000块。什么？为了2000块你跟阿虎闹僵？不至于吧？小姐，2000块对你来说可能并不重要，我有老婆孩子，要负担整个家庭的开支，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我的困难。大迪两口子感情怎么样？好啊，他们俩可恩爱了。你知不知道沈金莲跟什么人来往？不知道。他还有朋友吗？不清楚。大迪的老婆跟我们四家很熟的，我平时很少出门，所以他的事我也不大清楚。阿Sir，说老实话，尽管是很熟，两口子的事关起房门外人知道什么？阿Sir啊，这儿有很多垃圾的，平时啊避孕套扔的到处都是，恶心死了。四人帮吧，我们就是了。我想通了，沈金莲找不到阿虎也无下落，我想这绝不是巧合。阿虎本来就有问题，阿华跟阿虎闹僵了，所以阿虎有问题的话，阿华不会替他隐瞒。他老婆在香港没什么朋友，最熟悉的也就我们四个。不知道，他有什么朋友，我怎么知道？两口子的事关起房门外人知道什么？好啊，他们俩可恩爱了。阿坚呢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，他能够照顾母亲，还很怀念离家出走的老婆，所以为了好朋友隐瞒真相一点都不奇怪。对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就是说沈金莲跟他们三个人都很熟，而且大迪两口子的感情可能有问题。哦，沈金莲跟陈虎勾的。嗯，你开车还想那么多事啊？我们坐你的车岂不是很危险？哦，大地死的这个地方这么偏僻，两个人约会的差不多啊。哎，你去哪儿？哦，偷情圣地啊？是真的吗？这么晚了该下班了吧？哎，头儿送我们回家是不是啊？你是刚认识我？我是不顾下属福利那种人吗？你们都回去吧，这儿有不少计程车。不去查了，明天再说。我有空啊。嗯，说走就走，矿山也得扔下我们。哎，他一说的call就这样子的吗？偶尔吧。哼，现在我们怎么劫车？嗯，哼，我们是皇家香港警察。小姐，你看我的啊，皇家香港警察现在征用你的车。皇家香港警察，哎，皇家，皇，其实，哎，你朋友还没来啊？还没来呢，自己先坐吧。喝的什么？果汁。果汁。小姐，喝点什么？啤酒。好。哎，小姐，我看你还是用这个效果好一点。哎，知不知道他在等谁？知道。知道还不告诉我他在等谁啊？哎，小姐，你刚才问我知不知道他在等谁，我已经回答你了。你我经常约你出来，会不会妨碍你的工作啊？
当然不会了，我是个能分轻重的人，如果有工作一定不会出来。这倒也好。哎，上次你教我玩的我会了。哦，这么聪明的啊。哎，教个新的，看着啊。哎，怎么样？会吗？哎，你试试。这不对，不对，这样这样，哎，两个手合上，然后再分开。小姐，你的啤酒。如果你再想等下去的话呢，请叫点炒饭吃。看谁快，火车头，火车尾，火车头，火车尾。再玩，来。哎呀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该接微微放学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吧。对了，不管你有事没事，随时可以找我。其实我知道你没空也来陪我，真该谢谢你。我们这个样子算不算偷情啊？偷情也不会在这儿了，拜拜。哎，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？要不要我陪你？起来了，是啊，杨米杨米，过来，谢谢啊。喝一口你就醉了，你可真没用啊。来，乖乖。你家里人呢？我爸妈移民加拿大了。你一个人养这么多狗啊？就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嘛。其实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，很普通啊。他都已经结婚了。女儿都长这么大，干嘛向我解释啊？怕你误会嘛。误会什么？没什么。来来来，乖乖，快吃。为什么我们还要来案发现场？如果陈虎跟沈金莲真有关系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忽视一些事。哦，哎，你讲的案情倒真那个啊。真什么？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该不会有人偷情啊？当然不会。是啊，要去也去海边了。哎，你这次来现场，是不是又能有什么新发现？不知道。我这……找什么？上次没看见这辆车。没有行驶证。车牌也没有。
这车这么新，不可能是扔掉的。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喂，等等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谢迪，你为什么要跑？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跑？跑步对身体有益啊！我叫你为什么不站住？我耳朵背。耳朵背你还跑那么快？我说长官，我呢是耳朵背，但是我的腿挺好的。请接着跑吧。你又叫什么叫？有黑色的草。黑色的草。嗯。在马鞍山发现一具女尸，死者正是为25岁女子沈金莲。现警方急于会晤一名中国籍男子陈虎，涉嫌与本案有关。如任何人士知道该名男子下落，请与警方联络。接电话。Hello, Kitchai speaking。等等，我记一下。啊，你慢慢说。老虎正在洗澡，武松可以出发。Over。多人，什么事啊？谢地产，去回避一下。要跑了啊！他不是在洗澡吗？嗯。别打！前面！哎，行行，他怕你。
也爬，坐楼梯不是更快？不怕他跑了。站住！啊啊！关系让大迪抓住了，你先杀了大迪，再杀沈金莲灭口，然后把尸体埋了。你在车上做了手脚，想毁灭证据，掩人耳目吗？你胡说！那天大迪发现我跟他老婆的事，我的确打过他，但是我并没有杀他，你不能冤枉我。那个臭拿边想诬陷我，想趁机敲诈我，我一时冲动错手杀了他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别乱来啊！我信你，我信你，你快把他放了，我就让你走。好，那你跳，你跳海呀？你不跳是吧？我杀了他！啊，哎，跳跳跳！我跳，快跳！别乱来啊！开枪！你不要跳！往两边住口！你跳！行行，我自己跳，自己跳。能不能给我一个救生圈？我不会游泳，救命！窝囊！哎，你刚才为什么不开枪打他？警察不能随便开枪。那你有没有开过枪啊？从当警察到现在没开过。你没亲过女孩子？哼。男孩子呢？神经病。嘿，你像那个拖北。谁是拖北？刚刚说咬的这狗吗？你说我是狗？刚刚。喂，妈，你在干什么？我没干什么，你爸爸去店铺了，我一个人在家无聊。现在几点了还不睡？为了给你打电话才没睡啊。没什么事就别讲。不要不要，托比，不要，哎，别这样。女儿，你在干什么呢？托比是什么人？亲我，我怎么没亲我呀？你，托比是我收养的一条狗。你别老跟狗混在一起。时候啊，我们这样算不算偷情呢？偷情也不会再战了，拜拜。为什么不信？他杀一个跟杀两个没什么区别。也是，那我们岂不是又要重新查起？陈虎还要抓。对。嘿，你果真很那个啊。很什么？你都看见什么了？什么都没看见啊。那我还是送给你吧，拿着。好，送给我。多少钱？哎。
线索证据都要重新组织，一切要从零开始。阿杰、阿勇，你们分头24小时监视阿华跟阿杰。Yes, sir。为什么要监视阿华和阿杰？他们有什么可疑吗？有无可疑都要严密监视，反正现在也没头绪了。你干嘛呢？我试试结婚的时候该怎么走。哈，你试吧。你来这究竟要干什么？忏悔啊？是不是有些人呢？为什么钉十字架呢？为了替世人赎罪，耶稣基督甘愿被钉上十字架。赎罪？人人都有罪，只要你信上帝，上帝不但可以宽恕你，死后还能得永生。这跟买保险差不多，只要你相信死就行了。这不一样，保险是一种责任，而信神是为了真理的追求。保险赔给你的是钱，永生是心灵上的满足，金钱是不足以比拟的。责任？真理。这位兄弟，你好像有很多疑难，尽管告诉我，或许神可以帮助你。是这样的，现在有个人呢，在荒山上被钉十字架，然后他老婆的情夫，也是他的好朋友，也被钉上十字架，扔进了大海。那个凶手到底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是一个推理问题，不是宗教问题。你验过尸吗？荒山上那个是被勒颈窒息而死，海边那个是被硬物袭击而死。你们计算过当时的水流吗？有，根据死者死亡的时间还有当时的水流，他很可能是在龙虾湾附近被人谋杀的，然后扔进了大海。那地方是最热门的偷渡地点吗？所以我们不排除死者是在准备潜逃的时候被人谋杀的。邝神父，钟神父，你不用跟我解释了。这位弟兄，很对不起，刚才你说那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听清楚。你说两位死者的死因都是跟十字架有关是吗？是啊。那似乎十字架只是一个象征而已。啊，他们是什么职业啊？后备车司机。哦，哎，会不会是因为他们总是造成屯门公路堵车，而杀他们的人要他们为这件事赎罪呢？哎，凭良心说，对于香港的繁荣和进步，这些货柜车司机也是功不可没。说的是啊，可这条路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负担这么重的车，现在造成路面破旧不堪，需要找人维修，你说这多麻烦呢？就是啊，他们还喜欢开快车，很多意外发生都是他们引起的。哎，他们想多跑一趟，赚钱不易啊。如果能多一条路，那该多好啊！所以要尽快修建9号货柜码头。哎，姐妹啊，我们好像是在城市论坛辩论呢。我这个地方是教堂啊，请问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是他。那位弟兄是来干什么的？我去帮你问问他。等等，真该修建青马大桥了。喂，等等我，神父让我问你，你干什么来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还来？我现在不是走吗？
晚上见，何 Sir。公务忙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叫你扭头的时候。找我有事吗？他们说你晚上不在家，就一定在这儿。你三更半夜回警察局，就是为了证实这件事？没错。真无聊。哎呀，那也比不上你一个人在这儿。晃你个头，这是证物。证物？大迪拍的录影带。你觉得里面有线索？孤男寡女在这种静悄悄的地方看这种片子。你是不不干嘛那么快回答我？你知道我问什么？嗯，你想问什么？你干嘛咽口水啊？咽口水也不对了。你怎么这样？你当我什么人了？男人呢？喂，你别老耍我。你耍够了没有？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哪敢耍你呀、啊、想赖啊？你钱包呢？我的钱包再拿来吧。其实你一直都在暗恋我，你钱包里夹着我的照片。嗯，怎么变刘德华了？你为什么那么留意我钱包里有没有你的照片啊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就算我钱包里有你的照片，你也可以不理我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就算我钱包里没你的照片，你也可以追我啊。你说你是哪一种啊？嗯。呀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看看。没什么特别，这种事都差不多。就是啊，他平时不戴，这种时候倒戴着，真有点奇怪。我们马上去查他。嗯。十字架，终于找到跟十字架有关的线索了。你有事先走吧，我叫阿勇陪我去查就行了。那边的啊，别说我多嘴啊，好像不大对劲儿。怎么回事？嘿嘿，老大呀，这是你们俩的事儿，与我无关呢，可别说我爱管闲事啊。喝果汁吧。你来多久了？你来了。哇，喝第几杯了？怎么样？嗯，还有这个，不错不错，转转转，转越转越。我要离开他，我要跟他离婚。
他根本就没有关心过我。你一定会后悔的，因为你仍然很爱他。爱一个人其实是很累的，我宁愿被人爱。我去打个电话。记住福台999。该说什么好？狗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吧。托比来世也许投胎做人呢。当然再做狗也没问题，让托比自己去选择，还是由阎王爷来决定吧。记得托比的样子吗？我都没给他拍过一张照片。来，咱们再拍一张，过来，别再过来，站好别动。再拍一张。我来帮你照。预备，笑一笑。我害怕，我怕几年以后就不记得托比的样子了。我们两个照，别说是托比了，就是警察被杀也不能阻止我们，这点他不可能想不到。那很可能凶手是怕托比认出他来，这理由也太勉强了点。我们已经24小时的监视阿华跟阿坚了，难道我们跟对了？跟对了凶手？不是，是跟对了凶手的目标，他没有办法下手，所以就故意杀死托比以转移视线。哦，邓美平。嗯，你没事了吧？嗯。头啊，大伙说要是没事想收队了。
你来这儿干什么？哎，你应该去监视阿坚的嘛。啊，坚哥说刚才找不到你的嘛。哎，大佬，进去。快！警察开门！警察查案。阿婆，我们来是……阿婆，阿婆，伯母，你儿子不在家。你瞎了？这屋子就这么大。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哪儿啊？香港有几个当妈的知道他儿女在哪儿啊？你老妈知不知道你在哪儿啊？没脑子。阿杰，你那儿怎么样？阿宝刚刚出去了，跟着他，随时向我报告位置。喂，头。阿华在里面呢，阿坚也在里面呢。菩萨显灵，保佑我们，千万别骚扰我们。死者究竟是谁？他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都说了是朋友嘛。今天是他的死忌，拜拜也犯法。我们怀疑他跟陈虎、大迪两桩凶杀案有关。我看你真不正常啊！他死了一年多了，灵位还在这儿，怎么杀人呢？我没说他杀人呢，说有关而已，何必这么激动呢？你怕了？下一个就轮到你。你胡说八道，轮到你还没轮到我呢。我怕什么呀？是我们给他办的丧事儿啊！阿华，我们一起办的是吧？我想你们要找的是他双生妹妹。嗯？你们几个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是什么朋友关系？几年前，我们在深圳包了个女孩，她叫阿芳。后来阿芳不想干了，我们不答应。没多久，她就自杀了。哦，我终于明白你们几个搞什么了。嗯，原来你们几个合伙。你说什么呀？我们不过合伙租了个地方来休息嘛。那么，有了个地方，当然就会有人去打扫打扫了，是不是？而他又是赚钱给妹妹念书啊。反正大家都有这个需要，就那么回事儿。不少人，嘿，都是这么做的吧。不过我们没什么钱，他呢也不在乎，所以，哎，我也不会说。哎，阿华，你来说吧。我们开长途车的，整天都是一个人待在火车里，无论是晴天下雨都是一个人。我们公司在大陆，又没有宿舍，如果碰到赶不及过关，就得一个人待在车里睡，那种冰冷孤寂的感觉。我想跟死没什么分别。你老婆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老婆因为知道了这件事，所以她走了。得了，谁说我老婆走了？她什么东西都没带。他当然要回来了。追！站住！站住！
刚才我看见阿华鬼鬼祟祟的出了门，我就跟着他走，谁知道另外一个人冲了出来，那人呢？往那边跑了。跑？没有啊，看着他。怎么样？没有啊。站住！别跑！我早几分钟出生就要受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你甘受凌辱来供我念书？为什么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美国？这个世界如此的不公平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他的头部受了撞击，出现颅内淤血，我想在短时间内他是不会醒的。谢谢你，医生。啊，不用。他身上果然没有十字架。头儿，我去深圳公安局查过了，去年的今天呢，真的有一个叫邓艳芳的自杀死了，不过死因无可疑啊。真的无可疑？不信你自己去查嘛。除了这些照片，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有啊。他身上有把军刀，经过化验证实跟杀死托比的凶器一模一样。岂有此理，托比那么可爱，他都狠心杀。还想什么？案子都破了。你是说阿平就是凶手？你也知道他身上的军刀是对付阿华和阿坚的。但是大迪他们呢？怎么下手的？他回来有一星期了，一直跟着大迪，那天藏在他车上，刚巧看见大迪被陈虎打晕了，所以就趁机下手。那陈虎呢？陈虎更简单了，是他嫁祸给陈虎的，逼他走投无路，最后在龙虾湾准备逃走时被阿平买通的人贩子给解决了。然后他见我们24小时监视阿华和阿坚无法下手，所以就杀了托比调虎离山转移视线。他终于有机会接近阿坚，还跟他去拜祭姐姐，想在姐姐灵前下手，没想到被我们抓了。你不觉得这很不合理吗？对呀，这只是推理，有什么地方想不通也不奇怪。你再想想，为什么阿平杀了大迪还敢上他家去找录影带？他姐姐跟他长得一样，他不想留下任何证据。又是谁打电话通知陈虎走的？或者那个电话根本就打错了，陈虎去接电话刚好从窗口看见我们行动就跑了。一个女孩子来香港才一个礼拜，有没有可能买通全香港的人贩子叫他们解决陈虎？就算他能够做到，那他为什么又不早一点请几个职业杀手来把他们四个全都给杀了，不更干净利落？来来来，开饭了，嘻嘻。
阿平整个的杀人过程你不觉得很勉强吗？我们这样推理啊，确实是勉强了些。又是刘德华。不过他有充分的杀人动机，我们现在他做的事已经很简单了，就是等他醒了问他不就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喂，哦，找你的。喂，阿姐死了。坚决死了，这只能证明我的推理全都错了，也就是说阿平根本没杀过人，反而最大嫌疑的是阿华。阿华很有可能，因为他早知道陈虎与沈金莲勾搭，所以就跟踪他们两个人，掌握了他们常去偷情的地点，等候机会在大敌上山，故意让他们有冲突，就借机下手了。查过垃圾婆每个礼拜去捡垃圾，然后算准时间杀了大敌，尸体很容易被人发现。当然，大敌带托比上街，接着托比去报案，这些都属于意外事件，完全不影响他的计划。那又怎么样？这样大敌死了以后，顺理成章，陈虎就成了最大的杀人嫌疑犯，加上他误杀沈金莲，陈虎不想走也不行了。阿华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很简单呀，因为他们已经闹翻了，他根本没有机会接近陈虎，只有这样才能逼陈虎藏匿，然后向我们通风报信。这样他就博得了陈虎的信任，从而有机会接近陈虎时就下了手。那阿坚呢？就更简单了，我们全都跑去抓阿平，他在无人防备之下还不下手。阿平出现是一个意外，他怎么能够预计有这么一个下手的机会呢？还有，他有什么杀人动机要杀死这三个人？这个简单的就别提了。我知道，只要上去问阿华不就行了？你就会说这句。事实就是这样吗？滚开！不见了多久？有几个钟头了。几个钟头了？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我被人打昏了，刚刚才醒啊。啊，我已经查过了，附近没有可疑的人物，也找不到阿平啊。难道真是阿平？会不会是他故意装昏，收买了医生，制造了不在场的证据，引开我们下手？不过这也太夸张了，虽然夸张了点，也有这可能。
受了很大打击啊。喂，别太灰心，找到阿平不就知道真相了？如果找不到呢？找不到就没人知道了。哎呦，帮我查点东西。没问题。哎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哎，你以为我查不到啊？放心吧，我一定帮你抓到凶手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节哀顺变吧。怎么，你安慰人就这两句话？你不也总是说找到谁，谁就知道真相了吗？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怀疑阿平会来杀阿华的老婆？不是。不是，那就是你怀疑阿华的老婆是凶手啊？对了，他约了大迪上山，然后就……他不是凶手。那我们在等什么？在等答案。哇，你可真帅。你才知道。你先睡会儿吧，有的等了。前面那辆车是谁开的？阿华老婆。啊，这么早你去哪儿了？难道他跟邓美萍？拜托你别再瞎猜了，好不好？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过去问他不就知道了？
去了顶楼？难道去天台？你猜他去天台？哎，我自己去问他好了。冷静点！你们为什么跟着我？你过来再说。你们跟着我，无非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但是真相，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的。是阿平啊，阿平在车上吗？他知道的事情很少，就算他醒了，我们也还是找不到凶手。他是无辜的。他无辜？那我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在大陆养个女人，我一定文书就嫁给你了。十几年了，儿子都长这么大了。我哪点不好？你告诉我，我可以改的。是不是嫌我不漂亮了？啊，我可以改的。你告诉我，我有哪点不好？你说。你为什么不出声？你哑巴了？你说不说？说，你说。你别哭，你没必要再帮你老公了，他根本就不再爱你了。不是，他依然很爱我的。如果他还爱你的话，他就不会为了邓艳芳杀那么多人。他已经爱上邓艳芳了。不是，不是。你胡说！男人的事，逢场作戏，我明白。既然他已经死了，就算了。只要你以后对我们母女俩好点儿，我可以原谅你。我要报仇。他们三个害死了阿芳，我要杀了他们三个人，替阿芳报仇。不过你放心，你们母子的生活，我会安排妥当再下手。他是凶手，可是他已经死了。他死之前不能去杀人吗？因为我们日夜监视着他，他无法下手，所以他特地约阿坚去拜阿芳，然后叫他老婆引开我们。他计划在那儿下手。当然，阿平的出现是他意料之外的事。不过这样对他来说就更好了，因为根本就不会有人再怀疑他。他杀阿坚就更加容易了。以细小报仇的阿平完全没有机会下手，只是做了替死鬼，
那阿华是谁杀的？是他自己。当初我也想不通，但后来我在天台看见木箱和火盆，我才明白。选了从天台上摔下来死，那就不会有人发现他的右手根本没有钉上十字架。但是，他老婆为什么要帮他？啊！啊！啊！没事吧？别动！谢谢你们，我实在没有勇气自杀。头儿，我查过了，阿华真的买了保险，还在阿芳死后的三天加保。受益人是他的老婆和儿子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啊，他老婆在他家保的第二天也买了保险，受益人也是他的儿子。你的报告为什么不写出真相？哼，什么真相？全都是我们推理出来的。整件事都已经成为一个悲剧。你希望他儿子能得到保险金？嗯，其实阿华和他老婆对爱太执着。Ron Tammy 也是个致命伤。哼，似乎有人颇有感受。什么？可不是吗？
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明知道是死路，可非要碰一碰，对不对？可能是当警察习惯了。习惯什么？习惯从死胡同开始。还记不记得大迪死的时候，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。你终于想到阿华的杀人动机是因为他喜欢阿芳。不是想到，是看到。嗯？你看。大迪、陈虎、阿坚搂着阿芳的照片跟你的照片没什么分别。他们当阿芳是宠物。只有阿华这张明显看得出他是喜欢对方的。是吗？看得出来吗？你看。哼。你怎么想到阿华是自杀的呢？我们去找阿华的时候，我已经认定他就是凶手。当阿华死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我的确有些疑惑。后来我看见铁锤在火盆里，还有那木箱。我觉得那铁锤之所以在火盆里，是为了毁灭铁锤上面的指纹，而那个木箱是方便他睡在台阶上的时候钉自己，使他可以摔下去的时候而不被人发现他是自杀。阿华是可以自杀的，但是你不可能想到他为什么这样做。因为你。我。十字架。我一直都想不通，为什么阿华要将他杀的人，包括他自己，钉在十字架上。直到我想起你在教堂里所说的话。我说过什么？修建九号货柜码头。责任。保险是一种责任，信神是为了追求真理。阿华要将每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，除了受阿芳信教的影响，觉得这样才能够赎罪以外，最重要的还是为了掩饰他自己是自杀的。为了保险？为了他老婆和儿子。阿华是一个责任心很重的人，就算他再爱阿芳，为了责任问题，他也不会抛开老婆和儿子。因此他在动手之前送儿子出国。啊，你倒挺那个。那个。来了啊，开水茶来了。挺好玩的，这什么？哎，这个呢叫做新欢旧爱共济一堂啊，您看看后边。喂，你还不快点过去看看。我过去一下。在那边呢。嗨。哎。是你的女朋友。到那边坐吧。好。看来你人开朗了许多。原来他整天做事，人也很闷。他说会多跟我在一起。这不很好。上次我……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你。只怪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讲清楚。直到机会过去了，我依然很留恋。但我也知道，机缘过去了，就再也没有办法挽回了。你放心吧。我只是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嘛。我知道，我一直都知道。谢谢你。虽然你是第一次开枪，可是看上去很……又很什么？为什么你偏偏不说我很帅？不是很帅。很飞。也不是很飞。我知道了，很棒。也不是很棒。很威。不对。我就是喜欢你很很什么呀